整個教會揭開慶祝主與奧跡的序幕。這與奧跡就是我們主耶穌基督的苦難和復活。耶穌基督正是為了完成這個奧跡，才進入他的聖城耶路撒冷。因此，讓我們為著信德結證紀念基耶穌榮進聖城耶路撒冷，並在恩寵的座右下跟隨基督，與基督一同背負十字架。